大哥，您猜怎么着？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，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。这葛老八呀，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，您得给我个面子。我一会儿就摆一桌，您喝点酒啊，就当他们的入伙宴。不是，今天就带人过来啊？啊，兄弟，啊，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？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，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。这么多？嗯，这也太吸引人了，馋死我了。我跟你说，葛老八这个人啊，打仗全靠喊话，就是你要投降呢，什么事儿没有；不投降，等打起来再想投降，门都没有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，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。喊话好使吗？反正有用没用的，他那儿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来的。有点意思。大虎，你看，哎，葛老板他们来了。这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则不迷人人自迷，财不动心心却动，我不欺人人欺我。你确定那是葛老八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平时出来都带着四大金刚，老兵皮。